可我知道你是谁。我是龙儿哈氏的后代，乃是巨鳄的子孙，我是当今的皇太极。可你是不孝子孙。难道我不是雍正的嫡系皇子？难道我母后不是六国的氏？我是。他是谁？快告诉我。他是一位寒人姑娘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就是当年给你父打下悬崖的他。我父为何对你下此毒手？我们到那拜拜，不能只跑这拜拜。姑娘，是因为寒人姑娘。我错了，他侥幸过关。不要怨怨，这是天意呀。不能找到他吗？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天意。要找到他，一定要找到我的哥。要难。你骂他就要被他没孩子，你就你以为是他是女那大大佛祖？你可不足狡诈，我不忍怒，天理无常。我都不认识，就是为了找找你，我真的秘密。老娘，你在哪里？你在？
看，该是东西了。哎，陈坤，你看，你看。
九岁，我十八岁，哇，你过了你过了不了过了，我说六岁你已经34岁了，我已经34岁了，孙儿，你已经34岁了，你，哎，你看。你看我是谁？你看，你看，16年了，哎，你看，你看，我的头发也白了。额娘，他就是大难不死的宝宝，是你的亲生儿子呀！额娘，风中家苦不乱。
我
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妻女还子吗？就是为了皇儿，他有爱心，觉得的崇祯血统能够使他名正言顺的成为皇位继承人。皇后真的天高地厚，不过人们也当知道他有个寒人母亲，这一切将会化为乌有。皇姐呐，皇姐，到那时你舍子何用，我妻女何以？大清江山的根基动摇，重重基业就要毁于一旦。听皇后之言，莫非我是小小的汉家女子，关系着大清的江山？皇儿他忠孝难料，求爱。我明白了，好吧，为了大清江山，为了我儿，请皇后恩典。有生有世，别见我这寒烟木心。难呐，皇儿他心地善良，岂止生母伤哉？要不孝敬之业，必然会肝肠寸断，能劳魂气。难道要我死？儿的母死，天怒人怨，当也不到罪。何以推而入少年啊？不是言难，我言难，我该怎么办呀？你不如留你，再续流氓。
有人常能说，不能忍呐。阿娘，红丽，你父皇还在等命吗？明天就要出封你为太子了。哎呀，我的宝宝在哪里？我的宝宝在哪里？我的宝宝在哪里？红丽，把他的宝宝给他。风吹